重視呢度嘅意見。抗議鄉村變坑場，抗議鄉村變坑場，政府要求政府拒絕發牌，要求政府拒絕發牌，變坑場，抗議鄉村變坑場，要求政府拒絕發牌，要求政府拒絕發牌。好。在這裡都跟各位住戶朋友請大家都留意一下他的經營模式呢，當時由這個官司上面的判詞上面寫了，就是說他會考慮他的經營模式是怎樣樣的，才會去作出這個可能決定啦，或者各方面去導致他可以拿到牌啦。